级汽车。一日警长，观众朋友们，贝勒小镇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，是我是我是我，雷克警长。竟然是警车雷克。大家都喜欢雷克，为什么没人喜欢我呀？我可是最快的赛车。我现在就去找雷克比试比试。比试什么？雷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你烫得像一个刚出炉的烤地瓜，肯定是发烧了，要赶紧去医院。可是有紧急任务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我收到了紧急任务。没错，雷克警长，贝勒大街发生了交通大堵塞，需要你指挥交通。让我去吧，雷克生病了，他现在非常虚弱。好吧，那今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旋风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十字路口堵车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左边汽车快快前进，右边汽车快快后退。撞车了，都怪我太心急了。千万不要拥挤，一个一个保持距离，注意注意慢慢通行，道路道路畅通了。谢谢你旋风，智慧交通可真难。抓小偷呀，小偷小偷别逃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轰隆轰隆加速追呀，冲啊冲啊超过你啦。我赢了，嘿嘿，旋风，这不是比赛。我应该抓住他，改变我的方向，朝着小偷追呀追呀，加大马力向上飞呀，轻轻松松抓住你。旋风做得好，大困难别怕别怕，旋风警长会有办法。小心，遇到困难别慌别慌，旋风警长马上帮忙。谢谢，别客气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跑来跑去不怕辛苦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热情勇敢不怕困难。好累啊。嗨，旋风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一切还顺利吗？原来当警长这么辛苦，难怪大家都喜欢你。观众朋友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下面揭晓今日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旋风。是我。恭喜你啊，旋风，看来大家也很喜欢你哦。你说的对，我可是最酷的赛车。大嘴贪吃车，胖嘟嘟，你买了什么？不能说，不然明天就没有惊喜了。大家怎么都在准备礼物呀？你忘了吗，酷宝？明天是贝勒小镇最有趣的礼物交换日，大家用这种方式表达友谊与感谢，每个人都很期待这一天哦。
哦，那你也准备了吗？咦，当然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！不多不多，这个给安琪，这个给亚米，还有雷克、高迪、小美。哦，我忘了准备旋风的礼物，我先走啦。再见。我也得好好准备，跟大家交换礼物。交换礼物？嘿嘿，我要把你们的礼物都抢过来。贪吃车，该你登场啦！哇，今天可真热闹啊！送给你，乐多多。谢谢，我也有礼物给你哟。呼噜爷爷，谢谢你平时帮我浇花，这是我做的酱萝卜。呵呵，太感谢了。嗨，酷宝，你要和我交换礼物吗？等一下，难道你没准备礼物？呵呵，当然准备了，不过要等到天黑哦。哦，听起来很神秘呀。哎，我的礼物！嘿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的礼物！我的酱萝卜！哈哈，他们都是我的啦！哼，好生气呀！肯定又是麦特博士在搞破坏，我们呼叫指挥中心吧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一辆奇怪的汽车正在抢大家的礼物。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！雪碧挖掘机，酷宝！跳跳车库车，妮娜！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大家准备的礼物，烟花秀。哦，礼物都混在一起了，我们分不清。没关系，今天是礼物交换日，这样不是更有趣吗？有道理呀。没错没错。哇哦，我还是第一次穿鞋。你们看我，我是不是很美呀？珍贵的友谊。今天和安琪约好了去野餐，希望她能喜欢我做的三明治。快点！哎呀，我的三明治！妮娜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没关系没关系，你们也不是故意的。哼，你们太讨厌了，赔我的三明治。妮娜看起来好凶哦。好可怕。你太讨厌了，讨厌讨厌。
尽情的讨厌对方吧！吵架、愤怒、愤怒、愤怒，去破坏他们的友情。都是你的错，是你的错！我要把你撞扁！哼，看我的！啊，大家怎么了？为什么都在生气？妮娜，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？哼，不要你管，我讨厌你！啊，我宣布，你不是我的好朋友了。什么？哼！妮娜变得好奇怪呀。不对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、开心虎，今天大家看起来都非常愤怒。哦，你们快调查一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好的。啊，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啊，我就知道是他。安琪，这次救援靠你了。一定要小心那辆超级愤怒车。嗯，放心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生气，笑呀笑呀，笑一笑吧，手牵手抱一抱，神奇的小火苗被我们熄灭了。找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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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好朋友，大家都笑一笑，世界会更美好。不许动！你被逮捕了！耶！安琪，我们去野餐吧。好呀，我最喜欢吃你做的三明治了。伤心的美食车。你的甜甜圈，谢谢。你的草莓冰淇淋，哇，好吃呀！亚米，我最喜欢的巧克力蛋糕还有吗？你很幸运哦，旋风，这是最后一个。啊，太棒了！啦啦啦，好开心呀！原来大家吃到美食会变得很开心。哼，既然这样，我就发明一个伤心美食车，只要吃了他做的美食就会变得非常伤心。美味蛋糕免费品尝，免费品尝蛋糕免费，我要一个，让我尝尝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咦，那边在卖什么呀？阿布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我就是很想哭。
了。那辆汽车，等一下。呼叫指挥中心。哥哥，门外有个包裹，里面装着蛋糕哟。有情况。贝勒虎开心虎，不好了。怎么了呀你？你快看，大家都在哭。开心虎，你怎么也哭了？我吃了这个蓝色的蛋糕，就忍不住想哭。没错没错，就是这个蛋糕。我还看到了一辆奇怪的美食车。又是麦特博士的诡计。哼，他太过分了。美食应该给大家带来快乐。我们要让大家快乐起来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纳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哇哇哦，不要哭不要哭，哇哇哦，放轻松放轻松， Happy Party， 欢迎你的加入，哇哇哦哦，美食多又多，哇哇哦，心情不再难过，音乐响起，我们一起跳舞，准备好了吗？食物就会变得很伤心哦。哼，伤心美食车，这里不欢迎你。你快走吧。快走快走快走。毛毛怪来捣乱。老板，我今晚有演出，请给我剪个帅气的发型。没问题，保证让您满意。阿啾！已经剪好了吗？我的头发！北极熊先生，真对不起啊，我这里有一顶假发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只能先这样了。我的假发！是谁乱丢垃圾呀？不要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头发长出来了！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呀？这太可怕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开心虎，小镇出现了好多奇怪的绿毛毛，你们快调查一下。绿毛毛？这些都是我干的，我是哈哈怪的表哥毛毛怪，他是来帮我报仇的。地球马上就是我的了。
开心虎，让我们和超级汽车合作，打败他吧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分类垃圾车，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老毛怪来到地球搞破坏搞破坏，没有人能阻止我，毛毛炮弹最厉害，把你们变成毛毛怪。小心小心毛毛怪，变过来，毛团团团团出飞，危险危险，快躲开！救救我！姐妹们，该我们行动了。街道街道扫一扫，公园公园扫一扫，毛团毛团全扫掉，一袋一袋大毛毛，加速加速洗一洗，用力用力洗一洗，毛团毛团全清理，城市城市变。我还有很多毛毛蛋，继续攻击。我的头发怎么办呀？北极熊先生，看我找到了什么？我的假发，太好了！你们今晚有空吗？我想邀请你们参加我的演唱会。太好啦！臭臭车闹翻天。三年没洗的臭袜子，腐烂的水果，还有长毛的臭鸡蛋。哈哈哈！真是太臭了。不过我的臭鸡蛋成功了。出发吧，臭臭车！去贝勒小镇大闹一场吧！哈哈哈！好臭呀，胖嘟嘟，是你放屁了吗？不是我，是辣嘟嘟。好臭啊！啊，辣嘟嘟都被臭晕了。辣嘟嘟，辣嘟嘟，快醒醒！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乐嘟嘟被一股臭气臭晕了，葫芦爷爷，你快帮帮他！好的。你终于醒了。不好，你们先躲起来。我的甜甜圈臭了！我的头发臭了。我全身都臭了，这些臭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看来有人在捣乱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哦，呼噜爷爷发来了求救信号，怎么看不见啊？有一辆很臭的汽车，喷了好多臭气，我需要升级去阻止它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，噜噜噜。
超级汽车出动，我们也来帮忙。臭臭车来到大街上，它要干什么？喷臭气到处污染空气，我不能呼吸。噗噗噗，臭气飘来飘去，讨厌讨厌。注意大家快点躲好。怎么了？臭气臭气飘过来，快躲开，快跑。公园公园被污染，臭臭臭。农场农场被污染，臭臭臭。关上门关上窗，躲起来别靠近。公园太臭了，臭臭臭。别担心，我来了。哗啦哗啦洒水车，哗哗哗，转呀转呀打水枪，转转转，喷喷水向前挤，让空气变清新。哦，感觉好多了，好清新。臭臭车，你逃不掉了。瞄准左边的洞洞，砰砰砰，瞄准右边的洞洞。哈哈，现在你喷不了臭气了吧？我的宝贝臭臭车回来了。嗯，怎么会这样？等等等，不要！我臭呀！八爪虫虫车，哪来的蜘蛛网？可恶，原来是你！我想到对付超级汽车的办法了。八爪虫虫车诞生了，让我来测试一下你的威力。好紧啊！成功！八爪虫虫车出发！好漂亮，是在哪家汽车美容店做的呀？我也想去试试。哦，哇，你身上的装饰好特别，是在哪家商店买的？哎呀，别那么小气嘛，快告诉我吧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听起来像妮娜的声音。快快呼叫指挥中心！不好了不好了！怎么了妮娜？有一辆颜色很漂亮、装饰很特别的汽车。妮娜讲重点。他会吐丝，把大家都缠住了。没错，我们需要升级去阻止他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象色突突车，妮娜。破茧赛车，旋风。超级汽车出动！冲冲冲，向前冲，引擎轰隆隆！跳跳跳，向上跳，让我找一找。
家要小心，黏黏的亮晶晶，一团一团很危险。他在这儿，快追！这有两条路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喷喷车轮追呀追呀，目标目标在前方，一张大网挡住了，向上跳一跳，轻松跳很高。在前方，长长的线乱糟糟，向左再向右，轻松躲躲开。可恶，砍招！哈哈，打中了！别高兴太早，反击时间到。长长的线绕呀绕呀，我们一起转圈圈，紧紧包围别想跑，咕噜咕噜噜，不要再出现。不好，八爪虫虫车又出现了。嘿，旋风妮娜。慢嘟嘟，你为什么打扮成这样？呵呵，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打扮哦，你们看。啊，我也要变成这样。大家的喜好可真奇怪。